上面拎住80万嘅积蓄，喺香港想买楼嘅话，连首期都唔够。但系最近苏格兰拍卖一座小岛，连埋岛上面嘅古堡，竟然只系需要80000英镑起标，即系话最低只系需要大约80万港纸，就可以做一个小岛嘅岛主啦。除此之外，你仲可以拥有一栋超过500年历史嘅古堡添。虽然这个小岛荒无人烟，但是适逢疫情期间，在岛上边你就真的可以享受与世隔绝的宁静生活了。这个拍卖呢，就是由英国拍卖公司 Future Property 刚刚宣布的，今天开始呢就可以给大家投标的了。而讲的小岛就是苏格兰的 Deer Island 鹿岛。这个小岛就在苏格兰的西海岸，面积有成11英亩，即是大约44500平方米，现在讲的起拍价只是80000英镑。根据拍卖公司的经理所说，这座岛在过去500年来都是由一个家族私人拥有的，今次是第一次进行拍卖。虽然岛上面好耐冇人居住啦，但系仍然有呢一栋历史悠久嘅古堡。而未来嘅岛主如果谂住喺岛上面要兴建其他嘅建筑物咧，系需要同苏格兰嘅政府批准嘅。但系由于价格相当低廉，相信都可以吸引到唔少买家。如果你真系可以成为呢个岛主之后，你就可以好好享受零干扰啦。嗱，呢个小岛嘅拍卖活动咧，咁啊，今日咧就会开始噶啦。咁而预计咧，拍卖嘅价格应该咧系可以去到150000英镑至到200000英镑左右。换句话说，大约系150至到200万港币。点啊？有冇兴趣做一个岛主咧？想睇多啲有趣嘅新闻，快啲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啦！我哋可以有更加多嘅 plastic 胶士的报同大家分享。